你这回来相亲，你不能带着鸡来。你说你来，你还带俩？这是两只吗？这是一对儿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太了解单身的痛苦了。我不能让我这鸡没有幸福。哎呦我的妈！爸，你说我爹怎么弄吧？你说，你这也太不像话了！我专门跟他说的，不让他带着鸡来。你说你真行，爹，滚开，给你哥腾个地儿。哎，不是，爹，这怎么还成我哥了呢？上次来不是还是我弟吗？他不长啊。亲家，我不听说你打上次相完亲，你就放弃这养鸡事业了吗？没呀，自打跟那阿姨分手以后，我爹又重操旧业。上回那个没成。张警官给我介绍那位啊，哪儿都挺好，就是有毛病，洁癖。不是，人家怎么叫洁癖呢？人家那是爱干净。你是不是不注意个人卫生了？我啊，干净人啊，嗯，人家对我没挑啊，要不怎么吃了两顿饭，看了一场电影就跟我回家了？我跟您说啊，您这是犯了一件大错，您怎么能带人家回家呢？啊，人家阿姨一进我爸那门就让鸡粪味给熏出来了。哎呀，你说你知道人家要上你家去，你怎么不先打扫打扫，你放放味儿？我放了，没放干净啊。他进展太快了，一星期就登堂入室了。都怪鄙人太有魅力了。哎呀，爹，您就别臭美了。哎，爹，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想谈恋爱找老伴儿，你就不能养鸡。我怎么不能养鸡呀？要不是这鸡粪味儿，我还检测不出那个阿姨她爱我有多深呢。你讲不讲理呀、啊、哪个阿姨愿闻鸡粪味儿啊？有人就爱闻鸡粪味儿，不是，那还有人写歌写鸡粪呢。啊，还有写鸡粪的歌？怎么唱啊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。我听着反胃，不是没品味。我告诉你啊，爹，一会儿人家阿姨就来咱家了，您可记住了，千万别跟人家提鸡的事儿，连个鸡字都不能提。不光是鸡字啊，鸡鸡几季都不能提。爹，你听我一句行吗？您一提鸡，我就晚一年有后妈。您一提鸡，我就晚一年有后妈。您只有不提鸡，我才能早一点投入后妈温暖的怀抱中。我就提鸡，我爱鸡。我养鸡，我激动无比，我激情四溢的，我养鸡。哎呀呀呀！行了，你就别跟刚子赌气了，你就听他的吧。爹，你还想不想找老伴？想。那不就完了吗？真是的，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阿姨来了，你赶紧把这个鸡藏起来。藏哪儿啊？你藏厨房里，那才是鸡应该去的地方。不是，别藏厨房了，就藏在后面仓库里边吧。那行吗？行。那我可有言在先啊！这阿姨要是谈不好，你们可得给我这鸡留条生路。放心吧，赶紧。行，那我给他放上。对，我来吧。啊，你放我不放心。哎呀，那放哪儿啊？在那屋里边。哎呀，哎，爸，我跟您说个事儿啊。说，一会儿那个阿姨来了以后啊，一会儿您帮着呀，给撮合撮合。一会儿啊，我怎么撮合呀？我跟您说呀，是这样的。嗯，我估计啊，我爹见着那阿姨啊，肯定会很兴奋的。是，我怕他一激动啊，他又提鸡。嗯，您记住了，连个鸡字都不能提，一定要堵他嘴。那怎么堵啊？怎么堵？您这样，他一提这个，一提鸡字啊，您就拿这个糖往他嘴里边塞。啊，他就一提鸡字，我就往他嘴里塞块糖。对，堵住他嘴。这任务挺艰巨啊。爸，谢谢您，真的求您了，您要体谅我这个做儿子的心呐。好吧，那我试试吧。好，爸，哎，谢谢。哎，好了，让我过去，我到仓库去把鸡弄好了啊。就他爸那个嘴，这点糖不一定够塞的，我告诉你。赵刚子在家吗？请进。您好，谁呀、啊？我是赵刚子的爸爸，您是？哎，我谁已经不重要了。等会儿，你不是来相亲的吗？我是来相亲的，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，
这个相亲的事情就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医生告诉我，远离胆固醇。哎呀，我有主。你有主啊？嗯。你有主还出来相亲啊？哎，我说你这个老同志，你生活作风有点问题是吧？谁有问题？不是，这怎么没你？你没听明白？不是我相亲，是赵刚子他爹相亲。你谁呀？我是赵刚子他爸。赵刚子的爹要相亲？嗯。哎呀妈呀，这赵刚子的社会背景还挺复杂呀。哎呀，复杂什么呀？这我没说明白。那个我是赵刚子的岳父。啊，您是赵刚子的岳父啊？对。那赵刚子的爹呢？老赵，来了来了。这就是刚子的爹。我今儿头剃得亮不亮？亮。这服装怎么样？酷。这造型帅。我比刚子还年轻吧？哎呀，赶紧是问你。请坐。您是赵刚子的爹？对。哎，您贵姓啊？姓赵。哎，姓赵啊？你是弓长赵还是立早赵啊？您说什么赵？你爱情这玩意儿真奇妙，谁沾上这玩意儿谁胡说八道。我看您这样子，你还不到五十吧？小呢，六十。本命年。我属鸡。你东北人？住鸡西。在宝鸡。你干嘛呢？老公，我随你随你谈恋爱，你吃点糖，你嘴甜，你就吃糖。哎呀，我说这个赵刚子的岳父啊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你老给他塞糖干什么呀？你知道这个身体摄入太多的糖分对健康是有危害的。哎呀，这个不是绝技，那养生专家这是。人家说的好。啊啊啊！我平常不爱吃糖。你爱清淡？哎，清淡香啊。哎呀，那你平时喜好是什么呀？我爱养鸡。哎哎哎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家不让说鸡这个字儿啊？不是那个啊，这不是预防禽流感吗？对，防范防范。他们家的规矩还挺奇怪呀、啊。你问问他。哎，对了，大妹子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呀？我不敢说。为什么？我怕他给我塞糖。我光塞他，我不塞你。难道说你这名字里边带鸡？嗯，我姓金，我叫金鸡。他这名叫金鸡啊。哎，我怎么听到这后面好像有鸡叫啊？不知啊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赵刚子，金阿姨您来了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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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里头有鸡？啊，没有。那怎么我听到鸡叫了？啊，那是这样，那个我在那个仓库里边，我练嗓子呢。练嗓子？啊，我就练那种发声。这哪有这样练嗓子的呀？我们社区文汇演，这个刚子要上台演唱一首那个歌颂鸡的歌，你给你家一唱一遍。哎哎，清早起来公鸡叫，咯咯咯。好好好，阿姨给你鼓掌了，行了，回去练去了。行，阿姨你坐着啊。好的好的，我去了啊。哎，好。你也练母鸡叫啊？啊，母鸡我们也练。清早起来母鸡叫，嘎嘎嘎嘎嘎。回去练吧。阿姨，今天跟我爸谈着啊。好的好的。哎哎哎。哎，挺有意思。说真的，我也挺喜欢鸡的。是啊，真的。你看这个鸡啊，
其实它的天性是非常有灵性的。对对对对，雄鸡一叫，天下排。对，春回大地，百花开。嘿，金鸡报晓，母鸡打鸣。哎呀，我只要一听到鸡叫声啊，我的感觉好有希望啊！你听大妹子说的多好啊！是是是，沾鸡就是好词儿啊！对对，金鸡独立，金鸡报晓，吉祥如意。大吉大利，是是是是，鸡飞狗跳，鸡犬不宁，鸡都换脸。怎么到你这儿全是坏词啊？我这不处心积虑，我处成你们俩的事儿吗？我看你是处心积虑搅和我们俩。你看是不是？我多余了。那你们聊着那个，我看看刚才我教他唱唱那鸡歌去，我。你们聊啊，金鸡啊，您别怪我亲家，他为我好。前些日子我处了一个，后来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他就因为我养鸡啊，他嫌那鸡粪味儿。哎呀，我说那位大姐，她也太不知足了吧？这个鸡粪臭，可是她的鸡蛋还是挺香的，是吗？对呀，你看，要都你这么想不就好了吗？你说咱们都是农村长大的，谁家不养几只鸡呀？就是啊。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的儿歌呢。哦，哪首儿歌？小鸡小鸡捉虫吃米，啊，田地里边玩游戏，相亲相爱在一起。什么？相亲相爱在一起。我没听清楚。相亲相，讨厌。哎，记住这。哎呦我的妈！养鸡啊，那个金姨啊，不是我们家不养鸡，是刚才我在屋里边练声的时候，把隔壁的鸡给招来了。啊，哎呀，招来就招来吧。呀，不过你这只鸡，它可是正宗的三黄鸡呀。哦，它是肉鸡当中的极品。是吗？它的肉质啊，特别的鲜美，油质特别细腻。哦，哎呀，可是这个鸡的毛色有点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它营养不良。光线照的不够，你看，我就说这鸡不能藏着眼，不是？哎呀啊，绝对呀、啊！我说金阿姨啊，您对鸡怎么这么了解呢？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是养鸡专业户。哎，是这味儿，是这味儿。哎，啊，你说，他们俩志同道合，这回这事儿有门了，我告诉你啊。真的吗？有门有门。我跟你说，金阿姨，我跟您说实话吧。情况是这样的，我爸呀。从小就爱养鸡，但是过去啊，有些阿姨呀、啊，就因为他养鸡这个事儿，对他有点不适应。哎呀，我适应啊！真的，以后你爸可以跟我一起养鸡呀、啊。哎呀妈呀，咱家来俩养鸡的，这屋不成鸡圈了？哎呀，鸡圈多小的规模，我那是大的养鸡场。你知道平时我一个人养鸡特别特别累，我就一直想找一个帮手跟我一起去养鸡。那还找什么帮手啊？我正合适、啊。你愿意吗？我的妈呀！我愿意。哎呀，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是那远远的明月，明月，你是我的明月呀、啊。我的妈呀！怎么样？你看见了吧？我爹不光找到了生活的伴侣，还找到了工作中的伙伴。难错是弄不过来。赵大哥，要不要上我的养鸡场去观摩观摩？当然愿意去了。那咱走吧。远不远呀？哎呀，肯定不坐飞机。那走，别着急走啊。嗯，先吃饭，吃完饭再去呗。哎呀，吃啥饭呢？我给你爹在我那做拜鸡宴。赵哥，咱们走。我吃什么饭呢？我去吃海鸡宴。哎哎哎，老爸，你干什么去呀？咱俩在家吃。谁跟你在家吃啊？亲家，等我会儿，海鸡宴。我也吃海鸡宴。